好，骑车无辜被追打，真的觉得莫名其妙。但是呢，您可知道吗？开车吵架居然是常常导致情侣分手的原因之一。这是根据西班牙一个知名车厂他们最新的调查发现呢，夫妻或情侣呢，如果一起开车出去的话，居然平均只要上车22分钟，就会出现吵架的情况哦。这里面的导火线呢，包括的是迷路找不到路，或者是说呢找不到停车位，还是说你觉得对方开太快开错了，另外一半总是坐在那里指挥哦，都可能会造成吵架的原因。而我们看到这个调查还显示呢，吵架之后居然有一成的情侣呢最后会因此分手或者是离婚。他那边也不是，这边也不是，不然怎么开呀？所以你要回转啊，不然你去买地图。到底是哪一条路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，情侣一同开车出游本来是开开心心的，却成了吵架分手的导火线。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是真的要好好沟通，不然就是在上面就是吵架，然后很也很难看。像这位潘小姐就因为指挥对方开车差点被赶下车，甚至可能导致就此分手。根据西班牙知名的车厂调查，就有20%的民众有过这样的经验。另外根据调查，有4/4的夫妻或情侣档最常因为找路或迷路而吵架。至于像是找停车位、开车开太快，也都名列前几名。那来点轻松点的缓和一下气氛吧，听个音乐，没想到这样也能吵。你到底觉得听到是怎么转来转去的？另外就连冷气太冷或是暖气太热都成了开车吵架的引爆点。要如何解决开车吵架？有20%民众会把车子停在路边，等到吵完再继续上路，也有20%干脆就把另外一半赶下车，甚至不要开车算了。如果害怕因为迷路或找不到路而吵架，买一台 GPS 或许是个解决问题的不错办法。中央新闻林志远、薛慧文台北采访报道。